法师，诸位嘉宾，诸位同修，大家好。学愿具现，先师长善护，追思纪念法会。今年正好又是我讲经教学60年，所以一并纪念。诸位可能都知道，我从33岁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60年过去了。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念，60年称为一甲子，从甲子到癸亥，整整一个循环。这就让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在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生命循环中，如何让全人类过上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答案是普世教育。《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中国古圣先贤懂得，对于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教育的内容是什么？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这4种内容的普世教育，从小就开始教。只要把教育办好，决定是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三字经上说：“苟不教，性乃迁。”你要不把教育办好，慢慢的，习性代替了本性，人就堕落了。今天，整个世界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根在什么地方？根就是疏忽了普世教育。学校很多，但是那只教人做事，没有教他做人。他会做事，不会做人，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家衰了，社会乱了。问题出在这里。佛法自始至终都是教育，是至善圆满的普世教育。人是教得好的，一切众生都是教得好的。只要把教育办好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止佛法如此，一切宗教都是教导爱啊，教导伦理、道德、因果与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弘扬普世教育必须从根本下手。根本是什么？就是孝敬。孝是普世教育的根，敬是普世教育的本。孝亲尊师是一切德行的
大根大本，也是人类过上最幸福最美满生活的入门窍诀。这是我60年讲经教学的心得总结。以我本身为例子，我从小生长在淳朴的农村，虽然所受的教育不高，但是父母、师长乃至不认识的大人都给我们做出孝亲尊师的好榜样，我们在耳濡目染当中向他们学习。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灾难频繁，日子不好过。抗战期间，我曾经因为家贫而失学，那时候我常常坐在小河边树底下思维人生的意义，问自己我活在这个世界为的是什么。在我26岁那一年，有幸认识了方东美先生。我对方老师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他却愿意单独为我讲课。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我还有一点孝亲尊师的底子，真肯学的老师就真教你。方老师为我讲哲学概论，讲到佛经哲学的时候，告诉我释迦牟尼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也转变了我对佛教的态度。我是这样子入佛门的。后来我认识了张家大师，跟他学佛3年，奠定了学佛的基础。大师愿意指导我，也是因为看到我能够孝亲尊师的缘故。一直张家大师期间，我正式接受了三皈依，并且开始吃长素。对于大师，我的人生才有一个目标与方向。目标是大乘佛法，方向是学习经典。大师让我坚定了对佛法的信心，认为这是一门值得一生去修学的学问，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专门学佛。张家大师圆寂之后，通过禅云法师和朱金洲老居士的介绍，我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那年我31岁，李老师70岁。见面的第一天，李老师就跟我约法三章。第一条，你过去所学的我一概不承认，统统作废，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
第二条，从今天起，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任何人讲经不准听。啊，第三条，从今天起，你所看的文字，没有得到我的许可，不准看。念佛经也一样。这三条你能够接受，就留你在此地学习；不能接受，你就另请高明。我想了两三分钟，接受了。老师的这些话，乍听起来好像很跋扈，但是我知道，李老师是一位真善之士，所以答应了他。最后他告诉我，有期限的，多久呢？五年。他老人家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五年之后我介绍一位老师给你，你好好跟他学。那是谁呢？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往生了，但是印光大师的文钞在，遵守老师的规矩，是尊师重道，震慑体现。好在哪里？好在除了老师的指导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看不能听。大概三个月心清净了，烦恼少了，智慧就增长了。到半年的时候，效果就非常显著，我才晓得这个方法好。到第三年，我跟老师讲，我很得受用，跟老师的约定，我再遵守五年，所以我是十年。遵守老师立下的三条规矩，这个方法从哪里来的？后来我在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师，听说他从小出家，师父是地仙老和尚，也是用这三个方法教他的，我才恍然大悟，这三条并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方法，而是中国老祖宗祖祖相传的老办法了，现在没人提了，也没人看见过。那我好像遇到了，看到这个学生可以造就，就用这个戒律来限制他，能够尊师重道的人就能做得到。于是我才明白，这就是师承嘛。能传法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尊师重道，这是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清白，你的心清白，没有被污染；第三个是肯学，好学。具备这三个条件，老师会特别照顾你，他一生的心意就是给你做榜样，做模范。修学最要紧的是师承，你是跟哪个老师学？李老师讲传人的资格资质，没有别的，就是完全听话，百分之百的听话。到哪里去找？真的找不到啊。所以师徒之缘是可遇不可求。老师教你什么，老师就是以种种方便
成就你的根本智，把你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洗刷得干干净净，你的清净心现前，戒定慧现前，根本智就得到了。这是老师帮助你最大的成就。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个月，出家的因缘成熟了，去台北，在圆山灵济寺剃度。要离开台中，我知道老师心里很难过，他送我到火车站，我看他流眼泪，我非常感动，所以下定决心，出家之后我再回来，我一定住满十年。古时候真的师徒如父子，老师真负责任。我出家的第二天就开始讲经教学，在十五寺的三藏学院教书。我在李老师那里学的十三部经，在三藏学院一个学期只能教一部。他三年毕业，我才教了六部，还有七部还没用上。所以我以后对佛学院就没有兴趣。啊，李老师开的班很厉害，他是一门一门教，大概两个月就叫你学到一部戏，你就会讲，课程是单一的。啊，绝不同时教两样东西，不像佛学院，佛学院课程是交叉的，每天有好几个法师来上课。我出家以后生活非常辛苦，没人供养，老和尚劝我们学经忏，学讲经没收入，你怎么活得下去？把这些学讲经的人都吓跑了，啊！我是没有被吓跑，吓走的。这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告诉我，真正发心讲经，学释迦牟尼佛，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自然有佛菩萨保佑你。你这一生当中，佛菩萨替你安排，什么都不用操心，顺境逆境统统是佛菩萨安排的，这太好了。我相信纵然我死，我也相信，我不怀疑。我受戒之后去拜李老师，李老师教我要真幸福，我相信佛，相信老师，确实看到好像是走投无路，韩广德的姻缘出现了，他护持我三十年，如果没有这三十年天天上台去上讲台，我不可能有任何成就，所以我感恩老师，感恩护法，在摄影棚里供养他们的像，每一次讲经前后都向他们行礼。周宣德老居士在台湾大学成立一个佛学社团叫晨曦社，他把这个资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听到非常欢喜，但是我对老师说，我说这未必是好事。老师听了
问我为什么不是好事，我说万一教的人教错了方向，谁能够把他们扭转过来？老师听了我的话也觉得有道理，我就给老师出主意，就在慈光图书馆，这是他老人家办的，办大专佛学讲座。这就是机缘来的时候你要把握住，就是这个偶然的机缘才成就了我下半生弘法的去处。我前后参加了十一届大专讲座啊，慈光大专讲座。我离开台中之后到台北，道安法师在佛教会发起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我在那里教了四年，台中慈光讲座和台北大专讲座，佛学讲座的学生加起来大概有几千人之多。这些同学毕业之后到海外留学，在海外工作，他们都会找我去讲解，所以我可以云游世界，云是这么借的。李老师看到我这个发愿好，把佛法带到国外去，也很欢喜。每一次出国回国，我第一就要想见老师啊，一定要向老师报告。李老师过世之后，后来我离开台湾，在新加坡又做了一桩好事情，团结宗教，把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一直到现在我到新加坡，他们通通都聚会啊，聚餐邀请我。也因为这个缘分，后来移民到澳洲，到澳洲之后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这是当时澳洲政府对我的期望，于是我跟昆士兰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校长教授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如何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啊，这两所大学给我办法荣誉博士、荣誉教授，让我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和平会议，大家普遍关心如何化解社会的矛盾冲突，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人心坏了，这是个大问题，得靠普世教育。西方能够恢复宗教教育，西方太平了；东方恢复圣贤教育，东方太平了。东西方都太平了，世界就能够得到永续的发展，人们自然幸福美满。今天地球上出现最大的危机，就是文化能不能继续传下去。如果不能传下去，这个世界就会毁灭。为什么？人
不知道善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颠倒了，这个世界不会存在很久。旧文化重要，我劝我们的同学要发现旧文化，从自己做起，怎么做？一生发愿，当小学教员，我为孩子们扎根，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事业。教孩子伦理道德，教孩子汉字文言文，让文化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文化复兴真正的希望是在下一代。我相信中国文化复兴能够促成全世界的千年盛世。我们来做这桩事情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我们要真正记住，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真正报私恩。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完成这一生的使命，我们到极乐世界再相聚。祝福与会的大众吉祥安康，道业精进，法喜充满，光寿无量。祝福各宗教、各族群、各文化之间皆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祝福澳洲和世界各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祝福世界安定和谐，盛世大同。谢谢大家。